不管是往北到花莲，或者往西到高雄，这个地面运送的路程就是3.5个小时，所以我们可以把急重症患者转送的时间从原本的3.5个小时用航空器缩短到35分钟。为了改善台东和屏东偏乡医疗资源不足问题，航空医疗救护专家徐振宇计划以当地机场作为培训基地，提供专业的航空医疗资源以及人才培训。这么一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更便利于去将各项不同的这个资源整合进来，让航空医疗救护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2018年2月5号，一架黑鹰直升机在执行兰屿的航空医疗护送的任务，从兰屿机场起飞3分钟的时间，在雷达上光点消失。2018年，黑鹰直升机执行载送病患任务失事，机上6人不幸罹难，随机照护的护理人员和直升机的机体残骸一起沉入几百公尺深的海底。每当想起意外，徐振宇忍不住红了眼眶，因为提前教育有正确观念，结果很可能不一样。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可以教会他们怎么样在直升机上遇到事故的同时，懂得怎么样去执行这些紧急的程序。救命在云端，徐振宇建构台湾大东南区域航空医疗救护网前置计划，也获得全球9商肯定，提供奖金资助他的梦想。另外还有11位得主也有了资源，梦想起飞中，为社会发挥正面影响力。八辣新闻综合报道。锁定八辣民生新闻，记得按小铃铛哦。